哦，我到嚟多波最大声嘅欢呼声，一二三，好，欢迎晒三位。Hello， 大家好，我系苏文华，很开心啊。嗨，大家好，我系姜文。Jessica。Hello， 大家好，我系 Jessica 李嘉文。俾多啲欢呼声，唔该。这部电影其实台湾的朋友已经看过了，然后都非常喜欢，然后非常开心终于可以跟香港的朋友见面了，所以麻烦大家多多支持红红啊。好，多谢支持，多谢大家。我大家看到这部戏里面大家无论是导演或者演员和我们想表达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经历，也都希望大家在这部戏里面找到自己很多生活中的一些动力。 Thank you。之后会中意呢一个作品啦，同埋希望大家睇完之后睇多几场，好唔好啊？好，同埋带埋啲亲朋戚友嚟睇，好唔好啊？好，其实咪少紧张啊，我屋企人嚟咗。哦，系啊，系啊，系啊，边度啊？佢应该会坐你隔篱啊。哦，哇！我妈咪好想坐你隔篱。系咩？妈咪而家已经变咗做姜糖啦。你要簽啲名俾佢喎。好好好。我媽食完我媽咪啲餅，佢話好食咯。我媽咪聽到一定好開心。套戲好似喺台灣嘅票房麻麻地喎。我唔知喎，我都唔知喎，冇留意到。冇理喎呢啲嘢。順其自然啦。係咯，順其自然咯。啲冇話信唔信心嘅，純粹真係希望大家睇到會有啲啟發咯。因為其實無論音樂作品定係戲劇作品，都係希望。可以慰藉到一些人的心靈，咁無論你哋揾到安慰啊嘅力量，定係有動力的力量，都是已經達成了我哋嘅目的嘅。其實講真的，票房幾多都好，其實大家看得開心最重要。會打擊你公台嗰個信心？公台冇諗過公台，冇嘅冇嘅，唔係冇任何嘢都是你做得好啲嘅話就有結果噶啦，係咯。咁如果唔好嘅話，都係證明自己做得唔夠。平常心。即係小品啲，係即係平淡啲，所以可能個影響個票房。唔緊要啊，我覺得都，因為都需要唔同類型嘅電影啊嘛，需要有唔同嘅市場，需要唔同嘅電影，所以冇話係大眾定係小眾，係咯。只要有一啲人睇到係覺得有共鳴就得噶啦。好噶，三十算唔算最多嘅一次啊？唔係，我未試過香港借票，因為上次阿媽係我受咗傷啊嘛，係咯，所以 OK 咪嘗試下咯，應該都幾好玩。再定波嚟？可能係啊，應該。我覺得好有趣呢個經歷，聽日都特登要揀對矮啲嘅高踭鞋。你咧，Elton 咧同埋Eden咧。相繼解散，想問翻你自己有冇問翻佢哋呢件事，關心下佢哋。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每個成員發生好多嘢，我哋大家都唔會特別去提太多，因為其實我哋見面嘅時候都係傾我哋男仔之間好無聊嘅一啲嘢，所以公事真係好少傾嘅，係咯。不過都相信每個 fans 級都有佢哋嘅運作模式咯，咁希望。冇辦法去評論別人哋嘅 fans 級嘅嘢，係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就得噶。其實我本身都好少理 fans 級嘅，因為其實公司同 fans 級都係獨立運作，咁所以就冇話有時都會睇下佢哋 message 咁樣。綜藝咧，係好開心啊！開心啊，開心啊！因為最開心嘅對於我嚟講唔係出去玩啲咩，係夜晚大家一齊傾偈嘅時候。因為時間真的很少，大家一起傾偈的時間不多，所以是一個好的機會跟大家每個成員之間交流自己的心得。哦，不會啊，因為張球的 fans， 對對對，我第一次在台灣的時候，我覺得張濤的 fans 就很照顧他所有的身邊的工作的朋友們，就是工作人員們。但今天我第一次在看到这么多的江郎们，其实我很觉得很感动，对。然后他们，刚刚他们在电影院里面的时候也表示会对这部电影很大的支持，所以谢谢所有的江郎们，对。
对，明天要去很多场的 Q&A， 然后也很期待，就是大家看完电影有没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是不是第一次走那么多场，30多场是不是？对，我其实之前很常来香港宣传电影，但是好像这一次会是我跑最多场 QA 的一次，37场吧。对，对，我只是怕，还好明天没有选高跟鞋，对，我明天是平底鞋，所以会比较舒服一点。对，这一次比较久一点，应该三四天。三四天，应该四天 ，something。对，有没有时间去？有，应该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去好好的 shopping 啊，吃一些美食啊。对，对，我其实我们看完电影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喜欢电影。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刚刚沿路这样 QA 过来，我觉得对香港的票房很有信心。对，然后也希望大家，除了就是来看电影之外，我其实电影里面可以给他们很多的不同的温暖的力量。哦，想啊想啊，对啊，看香港电影长大的，然后有很多，我很想拍一些动作片啊，对，一些 action， 我练啊，练了就可以。对，很多 action 的 film 很想要练，就是很想要拍拍看，然后对，希望有机会，但我回去再好好练习我的广东话。对。